我叫 Sogo， 我全素行嚟咗香港12年，啲日本江山縣出生嘅。今日咧喺嚟到呢度拜師學頂立場。袁師傅，早晨，早晨，早晨，點樣？今日請你收我一日徒弟。大家五點幾咋？係，好辛苦喎。尋日11點已經瞓咗㗎。係咩？好精神。阿黃生啦，黃生做嘢啦。黃生，好。好。頑張るぞ。其實我嚟到香港之前就冇接觸過呢個立場，所以都第一次喺香港遇到嘅時候都覺得幾神奇。都開心咧，我覺得好有嗱嗱滋味。做一條立場咧都好複雜嘅，好繁雜嘅嚇。好細個啦嚇，跟阿爸咧，我諗7、8歲頂曬籠噶啦。咁啊，員工咧連埋我太太就7個咯。我是余锦华，是锦祥号的第二代的传人。你不是女仔嚟啊嘛，使咁耐啊？捞啦，好，啊，快去捞啦！哇，刺激，行きます，行きます。哇，难道来啊？哇，好舒服喎，気持ちいい，これ気持ちいいな，大力啲啊，大力啲，系，搞都幾搞，哇，唔係唔運循啊，系，細力過頭啊你，啊，要大啲，其實哇，開始嗰啲腰啊，嗰啲腳啊，開始辛苦啦，好似扎馬咁樣，裏邊嘅呢個咧酒係咩酒嚟噶？玫瑰露，玫瑰露，玫瑰係咪 rose？呢啲鴨樣，呢啲鴨樣肥肉，明白？搞多兩搞啊，未暈啊，係嚇，都幾辛苦。呢個過程係即係打炮，打炮，即係灌腸。首先你要揀一條腸，一條腸衣出嚟，開個口，開個口，開咗去係咪？係，開咗去，擠落去。好啦，而家你捏啦。O K， 深度。嗱，咁樣捏。捏。係啦，咁捏，係啦。慢慢。我好緊張。唔使緊張，企直啲個人。爹哋爹哋，自動立相機。好啦，係啊，出啦。哇！爹哋得，多啲。爹哋得啊！放，有佢，你要放手。放。過嚟。哇！左手，反手，反，反手，睇住佢，唔好揸實佢喎。你係逗住佢啫，其實你係逗住佢，只要你逗到啲魚片仔咁樣，嗱，你揸實佢好正常，係啦，冇錯就爆噶啦。好蠢啊你！屌，我講核心啊！對唔住啊，唔緊要，冇面得曬。係啦。灌腸嘅步驟咧，我覺得都係靠機械啫，我覺得好簡單，但原來唔係。師傅，呢個係做咩㗎？打針。啊，即係有氣啊嘛，嗱，啲立有氣，係見到啦，係啦，一個氣泡咁樣嘅。咁樣嗱，打暈咗之後咧，就撥得氣咯喎。OK， 明白。咁佢就變咗就冇氣噶啦。O K， 係啦，你坐喺度，好似冇氣咁樣啦。打暈佢，係啦。好得意。嗰隻手又要用。係，我揸住你手。O K， 你要 feel 我感覺。好，嗱要快啲啦。係，你望住你，唔係望住牆咁樣，直上。啊，嗱 ，O K， 直上。O K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跟住整完呢个咧，下一个步骤系，跟住绑草。系呢个系用咩材料噶？一死草嚟嘅，草嚟嘅，系，唔系咁个咁狗头，嗯，咁嘅，啊 ，OK， 四个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、ワンモア。はっ。ああ、いいよ。いいよ。はっ。OK。
Yes, sir. 師傅 OK 嘛 ？OK 噶啦。真係 feel 到，真係啱點講啦。每一位師傅，佢哋用好長嘅時間醖釀出嚟嘅嗰種技巧，佢哋話五十年代、六十年代係都係用手做，咁而家都係有啲部分要靠嗰啲機械，但係咧有啲部分係一定要靠人手。我 feel 到佢哋嘅怨氣。精神毅力，你要学下佢嗰依位老人家。我老人家，我好佩服佢嘅，真系好佩服佢。我真系佩服啊！即系我阿爸嗰个上半个世纪咧，真系死剩佢啫。佢仲可以做到嘢喎。我哋咧，我哋呢行嘢咧，非一般嘅人即系可以。僵持落去啊！想問下你有冇諗過退休啊？幾時退休？做埋今出年啦，退休半年。出年退休半年，85歲先退休半年。點解咁堅持？興趣啊嘛。興趣啊！已經變咗你嘅生活嘅一部分。係啊，係啊。就一啲到一抽咧，就可以一捉。系咁啊，嚟到呢度。我摸都幾重啊，呢個。好啦。哇，比我想象就好盡重啊。嗱，如果咁樣話咧，就中間嗰度使唔到嘅喎。應該咁樣上落。你唔得，你咁樣唔得，穿唔到嘅。呢個窿太細啦，擘大啲個窿唔得，係好重啊。咁大隻唔得啦。係 good 啱啊。好，再落嚟。咁然之後咧，完咗之後咧。我哋會拎去入櫃嘅，拎入去焗爐，係啦，擺入嚟，擺嗰邊先，擺咗上去先，係啦，擺嚟 ，OK 好，焗佢4日，係啦，每一日一層上，係啦，因為呢個第4日㗎啦，第一日呢度，第一日呢度，第二日中間，係啦，第三日上邊，第四日，第五日落就出咗去嗰邊㗎啦。摆一边再，出咗啦！到咁嘅年紀，有時真係力不從心嘅。我都好辛苦噶，我而家都朝頭早又要早起身，一開工又濕手濕腳。請佢呢個後生仔咧，新移民咧，佢真係做兩日嘅過程，佢連糧都唔敢要嘅，唔見人嘅。我哋細個唔做唔得嘅，屋企窮。我爸逼你去当玩咁样啊，训练你啦。佢哋开始入呢行嗰一刹那就冇谂其他嘢，一路都专注做呢样嘢。我觉得佢哋有个一种使命感啊。咁我今日就可以亲身接触到、feel 到呢样毅力。我食饭啦，叔哥。嘢就做完啦，李老师，快啲食吧！耶，最期待嘅画面出现啦，系嘛？你谂样啊？我谂出，你估啦？系，阿叔，妹妹，阿叔的斯卡。原来顶立场咧都有好多步骤，睇嚟好简单，但系背后啊有好多心软嘅地方。今日多谢晒你哋，真系俾我体验呢个。阻住你哋做嘢，我做咗幾十年，我從未休息過一日。我十號風頭我都翻嚟嘅，做任何行業都好，要一定要自己堅持落去。我都要好似佢哋咁堅持，然後成為
国际巨星。頑張っていきましょう。